么容易就被神兽战队给骗了。那只是意外，下次我肯定能打败他们。再信你一次。刚才那局不错，我们再来。大嘴巴配小喇叭，你配吗？我不配，你配。咦，还喷口水，好大一个！小心！哎呀！哎呀！哇呀！哎呀！谣言巨蟹兽，信号塔上有条数据线。快把你的喇叭连接信号塔，让全世界都相信黑金防黑化。不好，黑暗军团想用信号塔连接卫星，通过互联网将谣言能量散播到全世界。到时候大家相信谣言使用黑金，所有人都会变成黑士兵。我们一定要阻止他。黑白怪，和我去附近另一座信号塔。林聪，你们拖住机械兽，交给我们吧。大家召唤神兽金刚。召唤神兽金刚。我的喇叭，好疼啊，好疼，笨蛋，快攻击。见到了。我的喇叭，叶辉，这个好玩，给我，给我。大家小心，机甲之间会导电。不怕，我们有精能盾。精能盾算什么？看我的霹雳弹弹球！燕子，我就不信了。王林，快销毁喇叭！对，不能让他们成功连接信号塔。怎么回事？
辉哥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这是恒炎帝手下大将北斗三勇士之首的辉哥大人，神兽战队你们惨了。辉哥，信号塔了，孩子们，拖住机械兽，千万别让他开口说谣言。大家六合体，拖住他。好。你们是不是害怕变成黑士兵，吓得连手机都不敢用了？只要跟着我做，你们就不会变成黑士兵。啊，黑怪，拿到数据线了吗？我恐高啊！紫锥哥加油啊，你可以的！大家跟着我念，被我的电球电得动不了了吧？神兽战队，你们输了！神兽战队输了！嘿嘿嘿，他们失败的惨样已经直播到全世界了！大家跟着我念，拿到了！黑警防黑化，手机保平，喂，胡博士，接通信号打了，手机保平安！哈哈哈！现在断开连接已经晚了，全世界都听到黑鲸防黑化、手机保平安的谣言了。相信大家很快就会相信谣言，重新使用手机。辉哥大人，闭嘴！没听到我在演讲吗？很快，黑鲸就会通过屏幕将人类都进化为永生的黑士兵。辉哥大人，到底怎么了？很快。黑鲸就会通过屏幕将人类都进化为永生的黑士兵。辉哥，我已经将你的话直播到全世界了。谣言止于智者，人们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，不会再上当了。谣言机械兽，还不快去消灭他们。胡博士，我们来解决他。王明，使用瘦身剑。好。这一次算你们走运。神兽战队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孩子们，你们做得很好。这次多亏了胡博士。是啊，
都说谣言止于智者，您就是智者。其实只要多点耐心，发现事情真相，人人都可以当智者，比如我们。